和你们一起分享我的经验，和你们共同成长。不辜负练功房努力变好的自己，跳舞吧，注定会发光的。我虽然会以高标准来去要求大家，但我同时也会陪着大家一起蜕变。加油！这么大的舞台，你只是在中间跳，其实你可以完全占有舞台。你自己扒视频，你怎么知道你哪里跳得好，哪里跳得不好呢？在表演上，我觉得可以再精准一点，就做点小眼神多好。你老在那涮腰，你又没有腰，得罪人事老让我干，好辣哦！哎呀 ，very 自信。你这个毛很好啊，这个毛加的。大喜送惊喜，姐姐有的是零食，按摩我也会。一个大哥，我在这里跟他可爱哇！蹦蹦蹦，没脸了，溜了溜了，赶紧溜！可以跟舞蹈一路相伴是一件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事情。我希望能够和他们一起，共同学习，共同成长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